大家好，我小小。在我爸妈他们这儿待了几天了哈，今天准备回去了。不是跨年了吗？虎年到了，新的一年开始了，一年又结束了哈。我决定今天做一件大事，想必你们也知道哈，估计也不知道。我要做一件大事，就是说我准备拿10万块钱给我妈妈他们。这么久他们还是辛苦了，我相信这个钱拿给他们也不会用，他们只是拿着帮我揣的而已。等一下我去跟我妈说这个事情，我看她是什么反应。因为新的一年开始了，是不是一家人开开心心的？我去找她了，看她在干啥子。你干啥子？我过来，我跟你说个好消息。啥子好消息？你还在吃饭？吃啥子嘛？这个时候在吃饭？饿过了，萝卜渣渣。三姨妈做的萝卜渣渣冷不冷？哦。三姨妈还在洗衣服。我跟你讲，过来嘛，我跟你说个好消息。你过来嘛。哎呀，硬是。这边来，这边来，悄悄咪咪的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嘛，这儿不是要跨年了吗？然后新的一年开始了，是不是？也是我们两个的本命年。哦，明年是虎年了呢。就今这儿就虎年了噻，我们两个本命年了。然后一年结束了，我还是有点小积蓄，我决定分一半钱给你，拿给你拿到，你想干嘛干嘛。拿那么多吧。想通过了。想通。那我可以啊，我跟你承认认识，我就不要你了。可以，那我等下就把钱转给你哦。转起来嘛，转起来我不用你的，我用你的大子。你可以拿去花呀，啊，你可以拿去花呀。我有钱都不好了，然后我们
祝大家虎年大吉，虎年大吉，如虎添翼哈，拜拜拜拜拜拜。